他伙同程建芳吃回扣，我已经把他撤职了。倒贴的窝囊废，胆子倒不小，不知道你小姑喜欢的什么。是我太相信他了，我也有责任，还替爹受连累了。我本来想让他回公司，但是他说他不想回来。那他做什么？他说，他想创业。不自量力，创业哪那么容易？别管他了，让他去弄，看他搞出什么名堂。阿娟，都回去吧。好的，爸。嗯。